我是住在尔湾的加州地产经纪人 Coco G。 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房子呢，是在 Porter Ranch 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是在洛杉矶以北的大概20分钟车程的一个城市。那么这个城市呢，可以称之为 Toll Brothers 小镇呢，因为它的所有的社区都是由 Toll 这个建商来打造的，都是铁门社区。它的学校也是非常好的，是十分的 K 到八年级的小学、初中。那我们这个户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气派，它也是240万起的一些户型，一共是三个样板间。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样板间，双扇入户门，进来。哇，这是我客人买的一个户型，我们拿到了非常好的价格，喜欢的可以找我预定。还有一个可以去到院子的门，带客厅，带茶水间，全卫。这是供客厅使用的半卫。家庭房可以去通过推拉门进到院子。这套房子将近5000尺，5房5.5卫。厨房，这里还有一个一点都不对付的中厨，非常好用的面积。去到他的大院子看看，可以看到城市景、山景。去二楼看看它的四间卧室，四间卧室分别在四个角落。大到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拍了，但是方方正正的，非常的好用。这是一个卧室，带全卫。另外的一个角的卧室，全卫。第三个卧室也是套房，二楼的客厅，这里应该是洗衣房、储藏间，这里就是主卧了。主卧的洗手间，可以通往这个衣帽间、洗衣房。